英语中的 what about、how about、doing 结构。英语中的 what about、how about、doing 结构，它的意思是干什么事情怎么样呢？比如说和我一起逛街怎么样呢？ What about、how about going shopping with me？ 这个词组经常怎么考呢？经常是在 doing 下面画横线，让你选动词的形式。很多老师是需要让学生背，一定要记住啊 ，what about、how about、doing 结构。下面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这一系列的词组都能背住。about 是什么词呢？当然是介词了，介词后面用动词的 ing 形式。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核心的语法的话，这一系列的词组我们不用死记硬背，都会做题。你比如说 be good at 擅长做某事，比如说我擅长跳舞，这个后面这个 at 后面这个跳舞应该是用什么形式啊？那当然是 ing 形式了。所以这句话的正确表达方式应该说成 I'm good at dancing， 而不是 to dance， 也不是 dance 原型。所以我们学东西一定要学它的核心的语法知识，一定要找它的根源，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你学会了吗？点赞加关注，英语不迷路。